有事吗？现在有两个人在我的车上练声。我也只好一起加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农历初四，我们现在在吃烤肉，现在是下午4点钟。还没开始，你干嘛一直吃这些东西？然后我们待会上菜再跟你说，拜拜。当时就说一个，快跟大家介绍个什么啊？是我们今天要吃的就是八色烤肉，没有是九色。来，我们再看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美哦，烟雾弥漫。杯盘狼藉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我今天带了一位神秘嘉宾来吃一个很有名的东西，叫做骂我。好，你们一定也没见过，然后我想要看一下他的第一反应。对了，你会听到我声音很哑，因为我感冒了。来看一下神秘嘉宾。很神秘，我一直有在。哎，谁上菜？上菜了吗？来了来了。所以我才开始吃了吗？OK， 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加这个酱，因为这个酱是精髓。这感觉像土豆泥。不是土豆泥，你等一下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好期待哦！好，我跟你讲，肉圆这个东西呢，这个酱一定要拌匀，因为这是它的独家秘方。所以我直接吃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我要看一下你的吃的第一反应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好不好吃。好吃吗？还是假的？真的，好，你吃一口他的肉，你吃一口他的肉。我们好担心我眼，可是其实还没表情。好吃就好，因为这个是很少见的东西，然后我很怕一般人吃会觉得不好吃。可以吧？对吧？没有错。我觉得你比邱志贤厉害。我要告诉邱志贤。OK， 那我们就先开始吃肉圆啦。想不想试试看？下次再带别人吃，我们两个先吃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是，我们现在要来吃一个美式冰淇淋，它叫 Cold Stone， 而且它是炒冰。哇，啊，感觉好冰哦。对，它那个上面都结在上面。小油加了珍珠，季节限定版。再来，完成了我们的炒冰。我的是草莓冰淇淋加草莓，然后有两斤，这个是台中限定口味。铁观音，铁观音配珍珠又配奶酪。我可能会被粉丝骂。又好吃哦。嗯。我这是那种甜甜又酸酸的。我没有吃过你那个。你可以吃看看。你的新口味。好好。哎，我们为大家吃一口。那来，三二一。吃不到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下次来再寻找一下。因为下次来我肯定还是要带小油吃。是啊，嗯，我觉得你真的比邱志贤厉害。拜托，我是香蕉的美食达人耶，我可是人称秋风扫落叶，一扫就不见。嗯。OK， 我们用可爱的草莓，不要，我们用可爱的珍珠来结束这回合。拜拜。拜拜。